天天向上，开启连续四期的追梦的哥哥们特别企划。依然有舞台梦想的30家哥哥，通过3场 PK 战，选送出7位，组成一支唱跳男团，直通2020湖南卫视818全球汽车业直播晚会第二期，战火升级。相信他们没有那么难，我觉得压力挺大的，我看了头晕，直接崩溃，这太残忍，不可能吧？来吧，兄弟们，好啊，加油！到底会是哪两位哥哥胜出呢？他就是。本期节目又迎来了6位有舞台梦想的30家哥哥。出道之后1年没有工作，最后一张专辑发完了之后，2年的时间公司连问都没有问过我们。最红的时候，公司叫我续约，我说不续，封了我的所有演艺界的路。梦想不灭，勇往直前。我会有晋级的可能，既然来了，做到最好。大家的认可度是很明显的。那我今天晋级最合适的。为什么要站在下面？我会晋级，为什么要害怕？必须要得到 C 位。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耶、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是的，我们将会连续3期来做一个这样有趣的节目，叫做追逐梦想的哥。对，追梦的哥啊，厉害的啊。嗯，追梦的哥哥们已经选出曾毅、周艺轩2位哥哥。上期节目又迎来了6位有舞台梦想的30家哥哥，在下一轮的舞台公演当中 ，C 位是敖犬，大家一起尽力吧。本场他们将通过高难度公演曲目考核，推选出2位成团的哥哥。接下来我们有请6位哥哥进入到排练室，进行6个小时的公演曲目的紧张排练，加油啦！哇！哦、好难啊，好难，真的很难。哇，哦，哇，好。直接瘫在这里了。好了，可以回去了，走吧。结束了，结束了。我们有多久时间啊？不是有多久时间，是我们待会排练完之后就要上去了。一看到这个编排舞蹈的这个影片的时候，非常让我们眼花缭乱，我就已经崩溃了。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真的是一度就是打退堂鼓。他刚刚那些动作，你们都记起来了吧？没有，哪个动作没有人记起来？我才刚看，怎么记得起来？我。啊，我好像记得蛮多。敖犬，敖犬来教一下。大家比较，你们信任我吗？信任好 ，OK， 必须 ，OK。第一个嘛，2个8，一。这是什么？啊！五六。可以吗？要不我们一起走，要不我们一起走。其实你就想着他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动作，一个三三四，对的，一个，很好，对的，可以的，慢的可以，但是一到一块就乱。就到这乱，我不行了。哎呦我去！你们先练，我先歇会儿。拍这个舞都不止6小时吧？非常累，这个累是难以想象的累，除了这个身体的，心里可能更累。我们再练一下好不好？你刚刚有记起来吗？勉勉强强。勉勉强强，你刚刚有记起来吗？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噔噔噔，然后他刚刚不是这样吗？他手不是这样吗？然后才这样吗？对不对？对，然后脸下，然后呢？我们从头再走一次。来，我觉得那个形体很重要，形体。对。OK， 五六七八。这虎拳嘛，异形拳对不对？虎拳呢？抓左边，抓右边，抓双边，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动作线记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记口诀。左右左往右滑穿衣服，哎呀好，这个好，哎，很好，好记吧？你把每个动作都编上名字就好了。穿衣服、脱衣服、上床、下床，口诀这么多，真的好记了。哎呀，我再走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嘿嘿哈哈，记得住，这样跳完了，记得住，真厉害，哎，真厉害。走，下手。哦，我发现其实都卡着点，都没问题。来，直接继续。OK。好了。导师来了，导师来了。一博，你觉得我们刚刚有什么问题？就是小细节，就比如说大家的手放的位置，就有人是就是喜欢这样摆，有就每个人摆的方式不一样。我就可以统一一点，这样干净一些。来，我们走一次，一二三四。对，还可以吧。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好像也有点乱，就是主要是手，我看你们有转一些手啊什么的，把那一拍抓住就好了。那一拍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大，对，还可以，就是主要干净，干净，对，抓住的那一点要干净。还有我看这个好像大家非常不齐，对，这块特别不齐，地上还会卡住。要不就改简单一点，一二三四，或齐一点啊。不要，我们学生不要去乱改动作了，因为已经到现在了。不改啊？不改，这忘会忘了。不改，因为已经练了几个小时，你再改的话我怕又记不住了，全部又乱掉了，不可以。我看你们，我只是提一个建议，因为这样我觉得会比这个简单很多，而且会整齐度也很好。我知道了，不要滑那么大就好了。不要滑，就是只动膝盖，在原地这样，对，只要动膝盖，对，动膝盖就好了。我觉得这样比较不费劲，然后接这个动作。对。一博他其实讲了很多个点，是我刚好卡住的。我们要的就是他那种舞步嘛，就他那种跳舞。走，很好，走位。我发现大家已经很齐了，真的。对，已经好很多了，进步很多，其实都卡着点，都没问题。对，还可以。好，换回一遍，然后换装之后合一遍就好了。来，我们走一次，
五六七八，来再来五六七走。慢慢，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好，也是查老师的化妆。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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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喽！不要了，我真的有点虚了。加油，身体再旺了。台上走走一遍，我们马上要开始公演了，你再走一遍，再走一遍这种好不好？天哪，再给一次吧。我觉得还一切还蛮像我原本想象的，今天大家的努力有让我非常感动。挑战嘛，来，真的挑战了，我尽力了。这次我一直很向往的那一种兄弟在舞台上面跟你一起去拼搏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最大最大的收获。炸，在炸的同时又非常可爱。我觉得你们太不容易了，就短短的几个小时能够把这个节目拿下来，那么复杂呀，而且从来没有配合过。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场上的三位啊导师，请一定非常慎重的从六位追逐梦想的哥哥当中选择两位能够直接组团直通818全球汽车晚会的团员。然后我去，这是我的。这边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咱们三个是怎么着？来，韩哥，这个结果啊，现在我们自己先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是选择自己心目当中的，对，我们只能是以我们自己，但是问题真的出现了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有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都认同的，共同选择。但是那第二位，我们三个是完全都不一样，全不一样的。这个只能来，这是我们的就。这个应该给整个节目组也是出了一个难题啊，在六位哥哥当中，我们场上的三位评审每个人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是三位都写，也就是得了三票，他就是在本期节目当中一直都保持着绝佳的状态。魏巡他的 vocal 很好，啊，是比较有一个会很会唱歌的人。如果是以男团来说的话，那当然是敖犬。从状态来讲，敖犬还是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陈志朋老师，说实话，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精神。你看，我其实每次投票啊什么，我都是挺他的。直接晋级的，就是。C 位队长敖犬，恭喜！谢谢。我觉得今天在这一轮的表演当中，队长真不容易。从编排到每个人的位置，然后到他最开始开场的那一下，每个人可以吗？要不我们一起走？从这里开始很乱，一个动作，一个。我们是要公演，要团结的嘛。OK， 我们一定可以的。一种被信任感，其实那种感觉是很幸福的。对，所以我现场是有很感动，他们信任我。敖犬，然后我看演出特别感动，是在于他既让自己有了队长的担当，但是后边他一直在让团员们每个人都展示，而且特别可爱的是在于黄国权老师。然后一直躲在那个敖犬身后边。世界宣告我的美丽。还有他们一看，就是队长一个特别英明的一个抉择，既扬长避短了，又让这个演出特别的完美，看上去特别的完整。选哥有一段是自己有单独 solo 的那一段，直接走出来之后，选哥特别可爱。您是不是那个很少带这个耳麦，对不对？然后直接手麦的那个动作就还有一个手麦的动作。一旦先缝合了伤痕，将要斩断了所有的谜底。好的，那么第二个名额是在魏巡、孙耀威和陈志朋他们三个人当中产生。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场上的另外三位兄弟来推选可以代表你们这一组上场的进入到团队的，是吧？我觉得都 OK 的，没看见他们状态，对啊，刚刚都在跳。对，我觉得像志鹏哥，说实话，就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偶像。我觉得孙耀威还可以。对，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 vocal， 他我觉得很有机会的。好，你们选择谁，你们就站在他的身后。三位都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三位转身看自己的投票数，三、二、一，请转身。晋级的是孙耀威。哇！我看到，敖犬跟黄格璇老师站在我后面的时候，我说啊，我入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惊讶，真的眼泪都快流出来。所以本场晋级的是
敖犬和孙耀威。另外四位哥哥进入到待定席位。十二位哥哥经过两轮公演舞台的考核表演，正义钟义轩、敖犬、孙耀威。目前曾毅、周义轩、敖犬、孙耀威成功直通湖南卫视8月18汽车之夜的大舞台。接下来有请32例为男团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张远、高瀚宇。Oh yeah, hello。哈喽大家好，我是至上励合队长张云。耶、哈喽大家好，我是 Kid Five 成员高瀚宇。我等在你门口看着你错眼球。耶、问一下两位，为什么要来追逐梦想的哥哥这样的一个？因为当时给到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说有个机会可以上台，还是天天向上，距离我上一个舞台是创造营嘛，快2年了，所以我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就来了。我俩对于男团的这个执念是有的，有很多遗憾还没有就是完成。去年是赤子之心乘风破浪，今年是披荆斩棘追逐梦 梦想，我觉得就是我们本人呐、啊，对，这一定要来，对。我们提前对100位95后的制作人进行了男团潜力的初印象调查。我们这里有个金字塔，1、2、3、4、5、6，你们感觉自己能排到第几位？你们就现在自己做到第几位？我压力好大哦。你先。我先吗？你先。因为之前呢摔下来过，觉得那个滋味特别不好受，我觉得往上爬才是最好受的。哎。先放低一下姿态，哎，哎呦，第六位，瀚宇，你觉得你应该是第几位？我不知道，但是远哥说他上过顶端，然后我没上过，我上去试一下。漂亮的，先做一做第一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小心点哦，一会儿。远哥还蛮结实的，我们接下来宣布一下真正的票数结果。100位95后制作人对6位哥哥的男团潜力初印象排名，瀚宇的票数是2位数，对的。哇哦，是13票，名列第4。哇，一下掉了3位下来，还没坐热。还好没有掉得很惨。还好。张远要不就是不动，要么就是往前挪。哎，没错，怎么都是开心的。即算是第6位，哎，判断准确，往前挪一位，意外惊喜。哎，对，没错。张远的票数是18票位列第二，上升4名，耶！哇，袁和义啊，第二位啊。怎么样？什么感想？刚好就很舒服，进可攻，退可守。但是张远有没有想过，你是第一位？有想过，所以我真的很期待第一名是谁。哎，反正期待了啊！是，瀚宇呢？其实我没有想过我是第一了，我只是想上去感受一下而已。本来我是想看远哥，远哥坐那我就坐他下面就好了，结果远哥坐第6，我卡位真会卡，没给你机会啊。接下来我们来有请第二组，有请40名为男团梦初心不变拒绝标签的聂远、袁成杰。欢迎啊，这就是老朋友了。袁成杰怎么不惑了？已经
我快四十了，我一算，哇，真的要四十岁了。咱俩不是同年？别聊这事儿了好吗？再聊下去就该往这边聊了哈。大张伟，你都要四十了呀？我现在刚刚百天了，昨天好吗？啊，谢谢各位。问一下两位，怎么就会想到来参加追逐梦想的哥哥聂远兄？我可能留给大家最多的印象，就是一个演员。丁爷，快跟奶奶起来嘛！哪个是不是建兴？大清的每一寸疆土，都是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特别严肃。但其实我特别想把我私底下活泼开朗、调皮捣蛋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做过最调皮的事，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演戏。您做过什么调皮的事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我拍戏的时候，你看着我正经的时候在演戏，可能你一叫咔的时候，立马就变了一个另外一个嘴脸了。跟正剧里面的你完全不一样，角色和自己可能是跳出跳进可能比较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以前看到比如说小虎队啊那种男团，我要是有几个兄弟在一起，我也应该组个男团。有心而力不从心啊。为什么力不从心呢？没那个能耐，也没有那个条件啊。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县城的孩子，不像今天有那么好的环境啊、平台啊，可以去展现自己。那个时候可能最多的就是看看小虎队啊，看看草蜢啊。啊，对对对对对。但是心里有个如果。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来到这里，试一试，好玩。小杰呢？我过来其实就是不忘初心。啊？很多的人都忘了他是歌手。我出道真的是歌手。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是那个地点那条街那缠绵的地点下着雨的天提亚豆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不会知道我是个歌手了会知道我是因为我的太太传闻中的陈芊芊对不对就是我要寻找我自己歌手的那种梦而且我从来没有做过男子团体我很想有那种兄弟情的感觉戚薇也是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男团人不多我想要找一群的那种七哥一人顶一群小杰就歌手出道到现在只16年04年的我行我秀时间也蛮长了呀对16年的歌手出道 OK 好接下来跟他们一样聂远兄还有小杰你们自己感觉会在第几位既然刚才小远哥做了第6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对就是从底下往上走可能更好还是要低调我选第6第六位啊、哦、好小杰你觉得你最近跟你媳妇那么红你第一站做第一啊大家都看你的节目真的都喜欢你袁成杰自信一点好吗对对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位置第一位就是 C 位对不对对应该是我做、cool. 对不对拿下不要说但是因为我估计待会儿我也没有机会做我一定要感受一下你看我们袁成杰的气质一坐那儿特别像一大堂经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聂远先生他认为自己是第6位、您的票数会有惊喜出乎意料100位95后制作人对6位哥哥的男团潜力初印象排名，您的票数是16票，第3位，哇，很高的票数，3位，而且他不是歌手，对。接下来我们的大堂经理袁成杰，大堂经理，我觉得听到绝对会跳起来。刚才远哥的个位数是6，张远是8，你的个位数是9，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袁成杰的票数是远哥的是六，张远是八，你的个位数是九。各位亲爱的朋友，他的票数就是九票，九票，没有十位，只有个位。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落差，这个落差。我想说，我只要有19票就第一名了，结果只有9票，只有个位，没有十位。你的个位数是9，只有个位，没有十位。我是我明白大家的意思了。大家就觉得我不适合做团体里的成员，我就适合 solo 单飞。谢谢大家对我个人实力的认可。硬掰，硬掰。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两位追逐梦想第一哥哥入场。有请风采依旧、为男团梦驻颜有术、一直往前的罗中旭、胡兵。哟，帅！来来来，帅帅帅帅！哇哦！哎，你俩为什么还一直都那么帅？没变呢。为什么要来，旭哥？其实我以前最早出道的时候也是唱跳，这次来就我非常想证明一下自己，还依然在舞台上能够又唱又跳。哎呦，这几个小动作，对对对，很棒的。我跟你说，当年旭哥在这个圈里面唱跳是非常非常迷人的。最开始在国际上拿大奖的，就是凭他这种舞台上的魅力展现。但是好像旭哥是组过团，那时候叫三百整嘛，差不多要19年20年之前了，已经是。那现在到500，现在哎呦，算数真的好啊，算数一下算出来是500。斌哥当时出道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模特吗？这个对呀、啊，我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之前不会唱、不会跳、不会演，只会划船。然后完了以后进入演艺界以后，公司培养你嘛，但是我是真的是不会唱、不会跳、不会演，所以说你会想把之前的东西一点点补回来。没想到有这样一个节目，我可以来认识很多的哥哥。对不起，他们对你来说都是弟弟，好吧，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自己的年岁。有一个哥哥，我们两个加起来有100岁。对好，哎呀两位来参加这个节目，也有好多很好的朋友来支持。斌哥，哪些？曲颖，这什么？为什么结巴了呢？突然，因为发那个微博转我的微博的时候，我马上在看，因为我一直不敢跟他说我来这里，罗哥也在。我想说啊，那这个如果转了我的转罗哥，然后我会有呢啊，我会有点尴尬。都是我们星光灿烂那个时候的故事。还有陈乔恩了。哦，乔恩就说你可以的，然后你就相信你自己，做成什么样子，别人都会很尊重你，因为你大家都知道你不会跳舞。但是我觉得，哎，这也蛮好的，我只要努力过，我就不后悔了。但是呢，现实就摆在面前，现在真正能够心潮澎湃的在台下为大家鼓掌的，他们的年龄已经不是我们那个阶段的年龄了。但是也有优势。对，也有优势，因为他们父母都比较喜欢我们。对，就提到这个话题了。好的，现在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5名，
两位，我先选好吗？好，你先选。不，先选。不要抢，我不要。不要抢。哎，我就知道他会卡这个位置。其实他是想找后路，但是说实话，我今天也穿的各方面也比较像董事长。小杰是大堂经理，我做董事长还是比较合适。可以，可以，一号座。不，所以我应该坐在他边上。那你坐我边上。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给他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同时选了五号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两位的票数都是双数，为什么还要提袁泉杰的痛处？哦，因为袁泉杰只有个位数，而且是个位数里面最大的数。我们首先来公布一下，哦，有一个人票超高，胡斌的个位数是三。罗中旭旭哥的个位数是一，但是是一百位九五后，十位数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胡斌的票数是33票，第一名。罗中旭11票，位列第五。C 位 ，C 位 ，C 位。鸡皮疙瘩起来，你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我唱歌跳舞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有点惊讶。可能他们觉得我有潜力。罗哥，就是您对100位九五后给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您心里是怎么感觉？他们问父母问的不够多。作为男团的话，确实需要又唱又跳，所以我坐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只是他们最开始的一个选择，后边你往上爬，待会儿还要看表现呢，让你们看看我到底现在是什么样子。所有的哥哥呢，已经根据九五后制作人的这个调查呢，坐到了目前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接下来呢，正式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了。哦，接下来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有可能会让大家回忆起过往自己的一些时光。手上有一个牌子，如果说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举圈圈；如果没有，就举叉就好了。第一题，在座的六位哥哥呢，都曾经经历过大红大紫的人生巅峰时刻，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哎，我怎么就没有节目上了？有还是没有？请举牌。哇，叶元老师，你看很调皮，多么的调皮，他就是没有。好，既然只有你一个人说就没有，那就你来回答，为什么一直没有？我这么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人生的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机会来找到你，那我在什么年龄我就做什么事儿。今年我20来岁，可能我就演偶像；我30来岁，我就磨练演技；我到40来岁，我就好好演一些有质感的片子。我现在想接一些好的片子，我们没有机会再去浪费时间了。我现在要拍的就是，我拍一个就是一个，我全力以赴，要质感，要亮，对。小杰，作为得票数是个位数的，搞什么搞？芊芊在这里都在抹眼泪了，他的眼泪应该是嘲笑的眼泪。我觉得我应该是出道就巅峰，然后后面走下坡路，因为04是中国选秀的元年，比李宇春、那个周笔畅那些快女还要再早一年，所以我们当时出去是有很多粉丝的。我那时候 QQ 群有好几个群，要加上几千个粉丝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红哎。但是后来发现出道之后一年没有工作。为什么？不可能啊，没有商演，没有作品，没有戏，没有歌，因为公司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发歌，就是张杰嘛，啊，冠军，剩下歌手没有机会发歌，所以我们所有的签约歌手就天天在公司就是待着。这样的时光大概延续了多长时间？经过一年，后来我突然有一天醒悟了，说不能这样过日子，然后就有机会去做到第一个工作，就主持人。虽然不是歌手，你第一年的工作的时候给你打的牌子叫做特邀嘉宾，制片人跟你说你是没有收入的，贴钱呐，自己打车贴钱去工作，一整年没有一分收入。哎呦喂，对，媳妇儿下面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调皮调皮，没事，他知道这个过程。远哥又调皮了。第二年的时候我进步了，他们说可以给我200块一期。真的就是这么熬啊，然后名字改了就可以叫见习主持人这样、啊、对，这样慢慢熬过来的。但是我很感谢那段时光，我觉得那个时光就让你经历过最差的时候，你后面的心态就会比较平衡，很珍惜工作的机会。真棒。汉宇呢，我跟哥哥们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当时组合出道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过大红大紫的状态，陆续发了几张片之后，慢慢的也是因为海外组合可能冲击比较大，最后一张专辑发完了之后，唱了两场活动之后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将近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公司连问都没有问过我们啊。基本上我就每天就彻夜难眠，然后就开始脱发，我那个时候才20出头就开始脱发。哇，我脑中间掉了差不多啊，哇，一大块，压力太大。对，然后那个时候每天出门喷特别硬的发胶把这个头发盖住，到哪儿都特别抬头挺胸，有看到跟自己个差不多高的就稍微垫点脚尖，生怕人家看到自己头顶。演员我们就是真的是看着他们活挺多的，应该也出来讲，对不对？活不要太多呀。就2007年的快男开始，2008年至上力哥出道，一下就巅峰，拿了所有组合的奖。前几年其实真的还不错，就是突然有一年啊，哎，怎么我们这个微博粉丝 ID 开始变了？嗯，比如什么鹿晗家的谁谁谁啊，变成了易烊千玺家的谁谁谁啊。归国四子的冲击 ，TFBOYS 的崛起。TFBOYS 是2013年出的道吗？我们2014年出了一首歌叫《压力大》，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嗯，最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没有人关注的时候是，我有次在微博上搜我自己的名字，张远两个字，你知道出现很多的关键词是什么吗？一张远图，一张远图，李易峰这张远看好帅，最绝的有一个，9张远远不够。就男女名开始造句了，是没有我什么事儿。远远，你在自己最所谓低潮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我刚刚讲的部分呢，已经不算最低潮了，而是就是突然有一天，至上励合不是连续上了7天的热搜吗？之后呢，就是包括我自己感情也出现了问题，然后那时候就我觉得10年的坚持，包括感情的坚持，很多东西都幻灭了，所以就是当时在家只敢睡沙发，因为觉得自己睡大床不配。其实最难过就是每天不知道怎么睡着的，也不知道怎么醒，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经纪人说，什么样的活我都接，我说你让我振作起来吧，你让我去忙起来。当时做的最不能说不情愿吧，但是就有一些工作，比如说就帮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艺人的小孩去帮他们监棚，然后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就是帮模特培训中心去培训，就给他们上声乐课，有过这样的阶段。哎，大家在这个起起伏伏这么长时间里面啊，有没有因为年少轻狂而错失过最好的机会？哎，没有。老聂你有吗？年少轻狂？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在这将近20年的从艺当中，其实遇到很多次很好的机会，但是因为可能自己的原因，也因为可能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有去参与。我好像知道，我看报道好像看到远哥好像错过了《步步惊心》。《步步惊心》当年也我算一个备选之一吧，就吴奇隆演那个四爷的备选之一。但是我因为那个时期拍了太多的古装剧，我就觉得想变一变，所以我没有积极的去配合。哦。但是我今天看到的吴奇隆演的四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符合观众心中的四爷的。就或许如果我当时那种心态去演了这个四爷，可能不一定有今天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还真是。小杰，你是年少轻狂？我一出道就特别轻狂，不止轻狂，是张狂。其实我在2004年决赛那时候是有机会争冠军的。但是因为我随便瞎说的话，导致我在决赛的时候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啊，你说了什么？我当时决赛的时候，评委是我的偶像，然后我唱完，他说我觉得你唱得很不错，但是呢，我听出了你当中有一两个字是有小失误的。我当时就想开个玩笑，我就说是，但是如果你不说的话，就别人就不知道了呀。然后他说，但是我是评委，我还是要很公正的告诉大家。下不了台了嘛？已经下不了台了。
我竟然还接了一句。你还接了？我不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我就说啊，这样其实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唱呢会比较好听。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学我这样唱，学我这样唱。Hello。怪不得你接下来一年没有活干了，你说。汉语有没有年少轻狂做过什么？也是最近一次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说是可以重回舞台，就是创造营。然后我当时因为已经变成了演员的身份嘛，然后当时也是特别想去，足足准备了一年的时间，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结果临门一脚就踹偏了。然后因为自己当时没有控制好情绪，没有做对的选择，然后踢馆直接失败。就是当他们乘风破浪的时候，我连那个船都没有上去，就直接被退票退回来了。然后那段时间下来之后就觉得蛮后悔的，然后回家躺了差不多一两个月，然后每天晚上做同一个梦，就是那一场表演，就总觉得自己好像如果再给一次机会的话，应该不会做那样的事情，就觉得还是有点太冲动了。因为汉语是什么人？汉语是那种就是出道13年了，依然是那种就是我想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就不会想任何的代价。我们去 battle， 你知道他选的是谁？周震南。他挑了冠军 PK。我的第一选项就是周震南。那我不可能去挑一个一看我就能赢他的，你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你自己。他的综合实力是我目前看到除了远哥之外最强的。不是啊，他一开始也没说他是冠军，他要告诉我，一开始告诉我他是冠军，我肯定不选他。谁知道他是冠军啊？只是他看着就像冠军嘛。我在2000年的时候是也是最红的时候，然后我跟公司叫我续约，我说不续。然后那时候到巨大无比，然后公司说他要封了我的所有演艺界的路。你在最红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后来就是也不肯认输，所以说你这个只是错过了一个舞，我这个不知道错过多少事情。我觉得在他们所有的这些行为只能证明他们年轻，不代表他们轻狂。对对对，真的，我觉得年轻就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一说到这个峰哥，我突然间想起来若干年前前锋录节目在休息室跟我谈话。韩哥，哦对，我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哇，没有用这种口气。我说你怎么了？我想离开天天向上。我说怎么了？我还是想做个演员，我不是一个谐星，我要休息一段，我在家里调整，我要减肥，我要以最好的状态，然后去跟所有的导演递简历。没有没有，我说实话，天天向上12年，我真的拒绝了很多的电视剧，包括电影的男主角。用行动来拒绝，长这么，哪有？因为要剧组，远哥也知道，要兼顾这边一个月大概飞2次，大概6天一个礼拜的时间是演不了男主角的。哎，你这个你要问王一博，王一博可以演啊。这为什么？还是自己的问题，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看我们现在也聊了这么久了，我觉得这种聊天特别让人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啊，所以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个人的唱跳舞台比拼。今天的规则呢和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采取双人 PK， 一个表演完另外一个表演完。然后大张伟、钱枫和王一博他们呢，每一轮看完大家的表演之后，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表演的情况评选出一位获胜者，成为公演舞台当中的中心 C 位候选人。其他的三位哥哥呢，将从三位候选人当中评选出本场的中心位。好紧张啊！请六位哥哥从这个6瓶这个东鹏特饮中选一个瓶，然后看自己跟谁分到一组。对，你看着哪个顺眼你就拿哪个。任正杰，以你的这个情商来说，你应该是自个儿的先抽吧，对不对？我来嘛！我自从那次之后，我就现在就非常的低调谦虚。厉害厉害厉害！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要么是我们 C 位兵哥，要么是我们这边辈分最高的罗哥。活学活用，来来来来来，前辈先。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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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旭哥最不希望跟谁一组？我觉得我最不希望跟胡兵一组。我也最不希望跟你一组。原来我们在较劲吧？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唱得太好了，一下子就没有。那边跳舞好厉害的，其实跟谁一组都是竞争力好强。跳舞厉害我们已经忽略不计了。哦，对，但是胡兵最帅。老聂最不喜欢跟谁一组？其实我心态挺平和的，跟谁都没关系。跟我一组吧，反正我是演员，你们都是歌手。你对，你们要是输给了我，你们就是输给演员了。我肯定不太想跟汉语一块啊，我们都对了十几年了，还要再对啊，真的是。我其实心态也蛮好的，我只是想来唱两首歌而已。对 ，OK。我觉得如果一个团里我就是那种气氛担当，对吧？快乐源泉。我不知道我不想跟谁打，但是我最想跟罗哥打。哦，因为他是我听唱歌听音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钟旭大哥的歌，所以如果有机会跟他能够现场学习，让罗哥来学你的唱法，对不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没有啦，不要坑我。星光灿烂那几个字可以稍微改一改。对，可以。快来学我啊、嗯！好，来，大家请看评题，三、二、一，四号，几号？二号，二号，三号，一二一组，三四一组，五六一组。我是二，一呢？博红。接下来有请三四，哇！你跟斌哥、啊，我跟一号打六号，为什么？好，这边呢，好，老聂和我们的汉语。你说了那么多了，让我们补充一点能量。喝一口我们的东鹏特饮，能量满满的，秀出自己的舞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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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中心位争夺战即将开始，我们还特邀了前两期成团的四位哥哥来观战，他们是周逸轩、曾毅。豪犬孙耀威，他们将会和我们的三位导师共同见证剩下三位团员的诞生，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有请导师团入席，有请第一组哥哥准备就绪。来了，有请张远带来原创歌曲《Crossroad》。远攻，远攻，远攻，远攻。其实难度对于我个人来说应该不会太大，因为说实话，我参加每一次节目。和每一次舞台，我都会去吸取大家给我的能量。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
有请罗中旭带来《日不落》。刚才是酷刑，酷刑，我们是欢乐刑啊！来了，哥们儿加油，棒棒的，耶！这个太难了，太困难了，简直不可想象。因为跟以前跳的舞是不一样，所以来这个舞台也是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还是能够跳的。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香烟，技术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经典，你就是经典，我的爱未眠。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鸽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香烟，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未眠。不落的香烟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pose 炸到不落，哇哇！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旭哥为了这个歌舞表演费了不少劲儿。对对对，昨天晚上撑了一下分量，对，受了酒精了。哦，对了，您这个大喘气喘的。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因为我刚才也提到我是也是以前也是唱跳的，对对对，但是来了以后觉得哎呦确实好像学舞蹈已经很费劲了，所以没办法，只能够这个笨鸟先飞，所以说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才会有一点点回报。好，三位导师对两位的表演有什么问题要提，有什么建议要给？首先我们要有请一博老师，一博老师说刚才看见罗中旭老师的演出让他开了眼，开了眼、哦、开了眼了什么意思啊？开了眼，终于知道 old school 了是吗？对对，因为他看见了一些，对对对，一博有他自个儿很深的感受啊。你就是今天我的爱未眠，就是之前的人老一些的话飞在你身边、哦震惊是吧？感觉是没见过的，然后就是挺惊喜的啊！惊喜啊！一直看罗老师在舞台上面的那种表现力，然后今天罗老师那么辛苦的排了一个舞蹈，我觉得他的范儿很正，对，就是范儿在、啊，特别是最后那个，特别好，对，前方非常羡慕，真的很有表现。罗老师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永远是在这里的，所以今天看到他的表现，我觉得。很棒，而且这个歌选的特别叫日不落，对，是吧？就是我们就是永远是心中的太阳，哇，觉得真的特别。但是张远的表现，我们觉得很好、啊，很炸呀。因为张远的整个这个表演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整体，然后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远远跟你说句实话，你刚才那首歌这个棉花糖那个音乐一起来的时候，我这个差一点老泪就掉下来了，因为想小五了，真的就很想小五。十年前啊、我们出道2008年，就在我们没错首秀，首秀当时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这首歌不长，但是其实也是对我这些年来的一个总结。我们是先从棉花糖巅峰开始，辉煌了以后慢慢的开始沉淀，开始经历，就算是拿了很多的荣耀，但后面也有跌得非常低的时候。对，然后呢，反看现在的很多新时代的团体，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然后最后还是觉得有遗憾没有去弥补，所以最后还是坚定的用尽全力打出最后一张底牌，还是给自己的热爱。对，嗯，最后这张底牌就是坚持啊，努力，而且说的这些事变成了音乐，那语言又告诉我们一遍，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谢谢，两个都让我们觉得特别惊讶。我也是觉得远哥就是整个歌曲听下来是有很多变化的，就是从抒情啊，然后到 rap， 然后再到跳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编排。最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起个机灵。好，接下来我们三位认真商议，综合后面四位哥哥的意见，决定在这两位当中，一位成为公演舞台中心位的候选人。就是他们两比一个，然后比一个，就是我们推荐。但是我跟一博也是觉得都应该很明显。如果是组团的话，应该就是。但是这种歌词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跟他自个儿太有关系了。你看，对，这种就没法跟大家有那个。不是，这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好的，那行，商议时间到，在罗中旭和张远之间，谁会成为本场 C 位候选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反正综合了一下，然后呢，从刚才这两队表演之中，我们觉得可能更适合男团目前这个感觉的。今天我觉得自己能够跳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跳完之后大家的就是认可度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家的那种鼓掌嘛。是张远。好，恭喜张远成为第一位公演舞台中心候选人。好，稍微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哥哥登场。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是觉得舞蹈没有跳太多。你在一个过门的地方跳了个舞，半天一直在说唱。认真商议决定公演舞台中心位的候选人，还是以就是说有一个 C 位。你 C 位，你再 C 你也得跳舞。我有很大压力，我觉得我应该是进不了的，不管唱歌跳舞都不如他们，砸了就是砸了。东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哥哥登场。有请胡兵带来一个人跳舞。胡兵哥进场的话，他不站 C 位感觉这个台偏的。其实别人都问我说，胡兵，你的年龄已经是49岁了，所以其实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其实偶像包袱是在这么多人里面是最多的，但是来了以后让别人看到你的短板了，就不如趁这次机会尽管自己累一点就把它补上吧。你一定要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自己不是一个花瓶。
静静的梦，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暗夜思念唯独听也听不出。这才是男人，寻找一个我们还是男孩，回头也只是一团迷雾。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爱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算了吧，再不想谈就回到最初，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算了算了吧，再不想谈就痛到完全的忙。帅帅帅帅帅，不用干任何事，帅就行了。有请袁成杰带来女团舞串烧秀。我十年没跳舞了，而且我的舞应该在今天的整场的舞蹈里面也是最累的，因为 solo 秀需要一个人唱一个女团的歌，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快速的完全没有停歇的舞蹈。你让其他几位哥哥出道吧。对我的体力和脑力，记动作的能力，包括舞蹈的能力，都是很大的挑战。喊出我的名字，嘿嘿嘿嘿，每个舞步是幻想，把你影子踩，狗小只答应约定一起闯关，嘿耶耶耶，嘿耶耶耶。把自己跟你交换，一起创造骄傲的男孩，拼命拼命 up， 拼命拼命 up， 拼命拼命 up， 你越喜欢我越可爱。和我一起吧，嘿嘿 ，Yes OK Yes OK Yes OK Yes OK， 出发巴拉巴拉巴。Yes okay, yes okay, yes okay, yes okay， 多远都可以到达，跟我一起追吧。拼命，和我一起吧。嘿嘿嘿，拼命，和我一起吧。嘿嘿嘿，拼命。小心一阵战踏，气大大第一眼落下，抬头挺胸手要别坚强，胸口蹦蹦跳，灯光镜头前要准备好，倒数前三秒，脸上红晕朵朵关不了，你最最最重要，准备好现在开始尖叫，等不了现在就要舞蹈，每一秒都要值得骄傲，你最最最重要。 Let's with us Hands upDance with us， 全世界没有时差。我啦！来来来来来，这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多少年没有在舞台上完成这么大运动量？10年吧，就做组合那个年。不好意思，对，因为我其实以前有哮喘，大概20年没有发过了，所以你想把20年再没有发过的哮喘奉献给天天向上的舞台？这是不要这样啊！但是健康保重身体。但是这次因为跳舞练得太猛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其实我不能剧烈运动，跟我特别这样子吃药。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舞台，因为我10年前才练过这样的舞，我很想要出道，所以我还特别做了一个，你看，就是那个练习生的牌子，我想要以新人的姿态再重新在舞台上表演这样的快歌。斌哥，我们知道您为这个舞台的表演也付出了很多，服装搭配、造型，包括一些细节，全部都在琢磨，花了很多心思。刚刚那个一个人跳舞，其实它就是我自己本人的影子，然后我自己在跟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影子跳舞。我做准备的主要是因为我听说男团出道的时候他要跳舞，因为从来没有跳过舞，所以我就要去准备，就是找舞蹈老师教我一些男团的动作。但是我刚刚开始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大笨象本人，然后开始慢慢学，慢慢学拉筋之类的。然后我说啊，你胡斌，你要挑战人生的极限嘛。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去努力了，不管成功与否，然后人家会尊敬你。那我今天不会跳舞，我今天就学了，万一跳得不好，我觉得对得起我这个名字。帅了，很棒。来，三位，我们都看着特别感动，感谢二位，一个带来是我一个人跳舞，另外一个带来是岁月不饶人这两首歌。什么岁月不饶人？他第二首不是看着就是岁月不饶人的一个感觉。然后但是我个人感觉啊，第一个我们看完胡老师觉得这个比赛不用比了，不用比了。胡老师简直太厉害了，简直。后边的朋友们说，如果说斌哥不是 C 位，这台就偏了。就是说他站哪儿那就是 C 的，谁也挡不住他。虽然说不跳舞，但是他那个扭起来动一动就撩拨我们的心弦。哇，你的心弦那么粗都被撩拨起来了，撩拨你的动脉好不好？然后就真的就是两个字，很高级。哇，但是要说的是，但是袁晨杰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哇，他以前是就是说认真唱歌认真跳舞的一个人，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上综艺节目也好，他去做嘉宾也好，大家可能已经忘了小杰本身这样的一个歌者能唱能跳。对，今天他选的这首歌特别的讨巧，一下子把气氛全都拉起来了，带起来了。如果成团了，他在里面就是一个气氛担当嘛。但是问题在于，我颜值担当跟气氛担当两个碰在了一起。哦，好，来一博，你觉得一博，一个几乎没怎么跳，一个从头跳到尾。论男团来讲的话，肯定是唱跳是综合基本功嘛。是。那如果按照我的评判来讲的话，唱跳是必须都要的，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有活力一点的，而且我确实觉得挺惊喜的，杰哥跳得这么好，我没想到。好，接下来三位导师认真商议，决定公演舞台中心位的候选人。那比如这两个人谁进来，你们这儿你们觉得更能跟你们的身高算在要考虑进去吗？都要，你什么都考虑啊，你什么都考虑啊，因为毕竟是你们的未来嘛，我们三个就是参考啊。那按照一博说的那舞蹈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没有按照之前来评判的话，四位都是唱跳嘛，对吧？都是综合的，那现在也是同样综合，还是以就是说有一个 C 位，你 C 位你再 C， 你也得跳舞啊。谁更像队长？来，那你们宣布啊！你宣。好。然后，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的队员嘛，就他们有自个儿来。推荐我们其实很想看到我们胡斌兄你突然一下
有一段舞蹈出来。所以这次我们，我觉得我会有晋级的可能，是因为单凭唱歌我其实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跳舞这一块我觉得的确我有很大压力，特别是来了以后看到其他的人都跳那么好，我觉得我应该是进不了的。我今天其实对自己最终的呈现的我个人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还是有一些动作唱歌没有做到最好，所以这次我们只能选择袁成杰。袁成杰成为这一组的 C 位候选人，恭喜小杰，来，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哥哥登场。有请高瀚宇带来原创歌曲 Part 5。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创作，然后 beat 也是我自己就是用最笨的办法做的一首歌，所以我真的非常紧张我这首歌，因为肯定它还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你不唱，你以后就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唱了，那我想说那想尽办法就把这首歌一定要表现好。有时候自己都搞不太懂，情绪为何随便放纵，不担心学会把过去都解脱，但现实千军万马兵临城下，别害怕调整呼吸迎接属于我自己的战场，戴上头盔戴上肩甲戴上麦达诺人与生俱来的信仰，这就全民需要幻想，一个不死得必汇聚而成的力量，这生活太多停留一下，不用盲目向你走起走别混乱，难道空白就没办法闯出光辉的成名，停在沉默不代表就不会有去，他们与我下的山峰未来就不会动手，不管路途坎坷全部盲目撤退，别让你爱的逻辑被人乱飞，最终千军骨髓被崩溃被击碎，呼吸的身体陪着微弱的光照在角落里，照着破碎的镜子微笑，勇敢前行，对明天和未来的一切并不了解，退缩只会让人沦陷梦魇，想变更耀眼不敢成为配角，不需要别人教导你该怎么做，对或错总有一天都会被打破，谁在飞机变成了我的镜子后，无论跌倒失落你就停在之间还有我目标锁定，眼神变模糊幻想中的一切需要麻木，与他在凌晨的一瞬间都变成了火烛，让我擦亮武器，对我对不起可笑的失踪，我有点不太敢唱了，加油聂远，有请聂远带来手扶拖拉机司机。可能我不管唱歌跳舞都不如他们，我是来感受舞台的，来甚至也是来学习舞台经验的，我也不想留下遗憾，所以这就是我心态好就是最大的优势。车越过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穿过施华洛奇的森林，来到迷幻的克里姆林宫，卡宾斯基、柴普斯基、卡车斯基、主仆斯基、拖拉机司机，
伊万诺夫、巴甫诺夫、巴巴诺夫、塔什诺夫、罗里罗索夫、萨拉波娃、达波波娃、人什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科娃、卢斯福维奇、格语克维奇、尼古莱维奇、贝多罗维奇、拉沙蒂索科。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他也不会再相信谁。曾经热烈的旋律，就像拉沙蒂索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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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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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玩嘛，就是来玩，就尽兴，对，就尽兴，调一次皮，调个够。其实这是我平时完全不接触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挺有这种调皮的气氛。对，它的律动不能不太能展现我的年纪，所以我今天这事儿让大家抹灰一下，抹灰一下啊。但是其实还是遇到很多困难，记词儿啊，然后舞蹈动作，真的真的真的，这个跟我们演戏完全是两码事儿。可能我在练习的时候记住唱歌动作就忘了，记住动作歌就忘了，其实还是挺难的。当然当然当然，所以当歌手啊，在这个舞台上不容易，特别不容易，我觉得体会了以后才知道。我觉得远哥你今天真的表现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我在心里我已经选你了。不是，因为我其实我看过你好多戏，包括《隋唐英雄传》，然后上错花轿嫁对郎，然后我不是我演的。不是我演的，是那个年龄比较大。对，您比较年轻是吗？汉语刚才表现得不错，我们听听看啊，三位导师对他们有什么提问，有什么点评？来，峰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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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请峰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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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说话。远哥，其实。就是你看到一个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人，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是有经验的感觉的。远哥聪明就聪明在，为了弥补他舞蹈上的不足，竟然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绕口令，他的强项。卡宾司机、铲车司机、卡车司机、出租司机、拖拉机司机。歌本身就本身就卡宾司机、柴可夫斯基、卡车司机、出租司机，人家歌就是这样的啊。对，这个选歌选得非常好，而且带动性特别强，所有人都嗨了。Yes， 汉语，你个歌是你自个儿做的还是别人给你做的？对不起，就是这首歌是我自己弄的，因为我喜欢 hiphop， 但我完全不会，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就前段时间每个时期写了一点东西，然后我把它拼在了一起，然后也是算是一种尝试。我是觉得舞蹈没有跳太多，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能展现的更好吧。对，刚才我从我内心之中，我刚才听了你的经历之后，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炸的，因为我就感觉你之前有好多错失的良机，然后我们一直盼着你能跳出一段非常那个音乐正好顶到那个点的时候，让我们砰一下就开始了，哐哐哐就开始了。对，你在一个过门的地方跳了个舞，然后呢你半天一直在说唱，然后对我们的期望值其实是拉高了，就觉得哇要来了，要来了，充分的利用这个舞台展示你的舞蹈功底，但是可能今天跳的少了一点，就有点可惜。本来确实我本人擅长的会是舞蹈部分，但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写的很多词代表我自己的心声，而且我这次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拿我最强的东西来跟谁 PK， 我只是想来唱出自己的心声，想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首或者两首歌，对我来说就心满意足了。对，完成了心愿，很棒。 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导师啊，来跟后面的四位哥哥来进行商量一下，
这一组当中谁能够成为本场 C 位的候选人？几位老师们，我选聂远。我一定要选那个汉语。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论作品的表演程度来看的话，聂远老师动作一直在往，就是联欢会。在你们三个人当中选出本场的队长，担此重任的是东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导师啊，来跟后面的四位哥哥来进行商量一下，这一组当中谁能够成为本场 C 位的候选人？几位老师们，我选聂远。我一定要选那个汉语。你明白吗？因为他有这个实力，然后呢，但是他就不会选择，他只是表演方式错了。对，考虑到就是聂远完了以后，给他有一种激励的一种精神。不是，那如果论作品的表演程度来看的话，聂远老师动作一直在往，就是联欢会。来吧，来，谁会成为本场 C 位候选人？来，对，奥泉老师，来。其实我今天挺期待看到远哥的舞蹈，因为我们几年前有一起参加过一个综艺是跳舞的。今天的舞台，我觉得你的感染力是胜过汉语，对。但是以我们未来如果要选伙伴的话，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没有，还没说完呢。我今天还是被你感染到，就像几年前一样。但今天汉语，你确实跳舞的点有点巴拉巴拉，因为前面很快，一直在很仔细听你在唱什么，那突然间就啪就跳舞了，又马上要仔细看的时候，又不跳了，很可惜。所以你们的选择是？我们的选择就是。汉语，恭喜汉语成为第三位公演的中心位候选人。好，现在呢，三位公演舞台中心候选人已经诞生了，他们分别是汉语、袁成杰、张远。接下来我们进行选手内投，其余的三位哥哥商议之后把中心位写在手卡上。那我们坐在这儿吗？能听到。第一他是确实跳得好，第二就是张远和高瀚宇他们的歌和舞都是你选他进来，我们的节目的质量是一定有保证。私下里哥哥们对我们都是很认可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就是瀚宇。兄弟吧，对，可以。他好像会做比较的，可能会只有我跟远哥，但远哥最擅长的是 vocal 嘛，但是他这次选择了 rap， 然后我自己的 solo 我只能勉强打及格分，其实还是不甘心，对，还是不甘心。我应该他这个机会，好，你们觉得可以？可以是吧？我问你啊。好的，小杰、张远、汉语，你们三位是本组的 C 位候选人，在你们三个人当中选出本场的队长，带领他们完成接下来这个很难的公演秀，担此重任的是张远。
恭喜张远获得本组的 C 位队长。我说实话，这是我内心一直的想法，我真的不知道 C 位这个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对于我来讲，在我心里没有 C 位这一说，因为我觉得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长，然后做到自己的最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团体。我在我所有的哥哥身上还有一个弟弟啊，都吸取到能量和养分，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自己的最好，让整个团队整个演出做最棒才是最重要的。棒。接下来将会一场非常非常严酷的公演舞台的考核，六位哥哥将会在短短的6个小时之内学习和演绎一首歌的演唱，然后我们三位导师会根据大家的表演选出2位直通818晚会的哥哥。接下来大家集中注意力看一看属于你们今天的公演曲目《不屈的信仰》。演员压力来了啊，大结构是这个样子，小动作跟他们一样可以做一点点的变化。我们每次看到这样视频的时候都有一股就是那种天生的心想要上的感觉，所以也很期待跟哥哥们一块儿搭配有一个真的完美的舞台。其实难度对我个人来说还有汉语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对哥哥们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因为这种形式的表演他们好像经验比较少一些。我觉得这种舞风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男团舞风，我们四个应该这种舞风的舞几乎没有碰到过，因为他们一拍出去我手这么长脚这么长，然后等到我出去上来6个，胡兵一伸手少2个队友。对的，包括之前曾毅也好还有敖犬也好，他们都会想每一个哥哥怎么扬长避短，这是队长最难做到的，而且是有团队的这种结合的感觉，所以不容易。好了，各位6位哥哥们加油，我们6小时后再见。哇，6个小时要练一个舞，就算给我6天我都不一定练得下来。这个舞很难，舞蹈动作其实不难，不可能那么简单，我们都不擅长。罗哥偏台了，我们再来一下吧。那我们再练一遍，那我们就再来一遍，我们再来一遍吧。哎呦，现在其实队形全乱了，就别再往外移一步了，直接在这里就直接开始，这样比较好。哦不，这个队形还是要有变化。那个我们可以改成不要动吗？我们不要用枪，我们用一个拳头就好。拳头吧啊，正胸，然后再往外拉两下。啊，你不要两下，一下吧。啊，你不要两下，一下吧。我心里是很慌的，我生怕我说出来这个动作不能改，我怕哥哥们生气。不不不，你可以一下，然后再来一下就好了嘛，两下肯定不会齐的，我跟你讲。我应该是这样的，你别管你，你先管大家。就按照原版来，我们就一直练，把这个位置记清楚，好不好？先把大的动框架拉下来，细节再说。哎，看，就这样了。哥哥们一定练习得很累了，我作为大家的心灵导师要带大家完成2个游戏，挑战成功即可获得美食加餐。 OK， 我们第一个挑战是考验大家的这个记歌词的能力。完了，因为今天排练的时间实在是有限，所以大家熟悉歌词的速度一定要快，要像我们这款
酷炫的拥有天玑820超强处理器，双5G 黑科技，速度超快的 Redmi 10X 手机一样快。哦，耶！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歌词挑战也会从3G 的速度，唰，到双5G 的速度，双5G。我们直接用4G 开始，好不好？好，预备起。每次跌倒都是胜利的倒数，每条歧途都是成长的学步，每次眼泪都是坚强的礼物，双武器，每条曲线都是成长的节目。我要奔跑，我要那样，我得上上，我得上上，我得上，我要乘风，我得上上，乘风破浪，哎耶！让我们恭喜张远获得长沙的美食组合小龙虾和臭豆腐。谢谢哥，谢谢哥。那我们用我们的 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而不仅有实力呢，而且颜值也非常的高。那我选一个颜色，我们就一起来记录一下这个时刻，好吧？三二一，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游戏，我们来玩一个时下最酷盖的年轻人玩的流光版我画你猜。流光版就是我用 Redmi 10X 手机手电筒打开，然后呢一博用另外一台 Redmi 10X 手机的流光相机，没错，来记录我这张照片。哦，这样会留下一个字的印子，对不对？对，没错，很有意思。然后大家来猜我画的是什么。好，明白了，帅。我们把灯光调暗一点。好了，什么东西啊？没有字是这么写的，冯哥。666小圈圈39666666。上下一样吗？它一个圈圈上面一根棍子。那是什么棍子？站占领的站，工厂的厂。哎，没了。表演完毕。这是什么呀？我先确定你是写字吗？不一定。好，我说的是他画的是烤串。嗯。它上面一个圈，下面一个圈，中间一根哑铃。哎，有道理。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棉花糖。棉花糖。那哎，棉花糖。这边。音符。有点像。好，那一博公布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好，那我来用流光照片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就是音符。哇，哇，好厉害啊！好的，让我们恭喜远哥，恭喜远哥猜中了。哦，有鸡腿吃。好的，我们这是肉爸爸组合。哇，大小炒肉鸡腿。我请你们吃，我请你们吃。希望大家呢吃饱吃好，然后待会儿在台上表现力一定要强，我们有信心，期待你们的表现。好，谢谢。厉害，可以吃了。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ed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东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们的目标就干掉现在的男团，干掉他们，团魂燃起来！一二三，哎，放上。怎么选不了吧？你不选聂远吗？我掐指一算啊，我觉得我晋级的希望不大。啊，没有人选张远吧？所有队长没有，不代表我们啊。肯定有人想不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聂远都是我的兄弟，胡兵
小杰，志鹏哥，一人一票，现在出现了一人一票。我们导演组迅速的拿出解决方案。经常会去想，究竟是我们错过了时代，还是时代错过了我们呢？为什么明明是我们都不错，但是我们的舞台就是那么少呢？谁不想站在上面呢？Yeah. 感谢我们的冠名商东鹏特饮，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以及首席合作伙伴 Redmi 手机，来小米商城 APP 搜索天天向上同款，买我的 Redmi 10X 5G 先锋。我们下周日晚再见，拜拜。